1933年秋天，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独自穿行在南梁的山川沟壑中，他几乎走遍了这片山区的每一个村落，和当地的贫苦农民拉家常，给他们讲一些从没听说过的事情。没过多久，这个外乡人就被穷百姓当成自家人一样亲近起来。这个人就是红26军派往南梁地区去打黔战的特派员张策。他的任务就是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动群众。他到那儿去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组织，一个人叫开辟村庄，他们给起的名字叫开辟村庄，一个村一个村的走，一个庄一个庄的转，就到老百姓的家里去宣传革命道理。入冬时节，红42师来到了南梁地区，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南梁地区村村都建立了农民联合会，把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赤卫队。12月上旬，红42师主力部队南下正宁地区，消灭了当地的几个反动民团，重新恢复了正宁县的4村园、3家园等几块老根据地，打开了连接关中游击区的通道。1934年1月初，红42师师长王太吉去玉陕边做兵运工作，不幸被捕牺牲，由刘志丹接任了红42师师长的职务。1月22日，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从北平辗转回到陕北。上级指派他负责领导整个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回到家乡后，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由于一时还无法和陕甘边的红26军建立联系，于是在中共安定县委协助下，先着手恢复了2个月前被敌人打散的陕北游击队。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会议，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国民党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对南梁地区发动了第1次大规模围剿。红26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到外线打击敌人。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着游击队、赤卫军，掩护群众进山隐蔽、坚壁清野，一有机会就派出小股游击队袭扰敌人。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找不到红军的大部队，就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是时间一长，就产生了补给困难，无法长期驻扎。1934年4月2日，红42师取得西华池大捷，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第17路军杨子环部王子义团2个营和1个机炮连，歼敌600余人。西华池战斗之后，红42师又在2里园歼敌2个连，紧接着在高凤坡、和尚园、瓦子川连续作战，集中打击敌人后方。敌人首尾难以相顾，加之进入苏区的围剿部队补给困难，被迫撤出了南梁。陕甘边第1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红42师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地回到南梁，根据地一片人欢马叫，根据地军民重建家园，大力发展生产。1934年夏天，陕北军阀景岳秀的86师纠结地方民团，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围剿。陕甘边特委在历源堡召开会议，讨论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7月决议。决议要求迅速成立红26军第一团、第二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围剿，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和赤卫军，避敌锋芒，与敌人周旋，抓住时机，打开了安定县城，救出被关押的200多党员和群众，然后率部南下，于1934年7月25日和刘志丹在南梁会合。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在南梁严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在这个严家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呢传达了北方局的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指责这个红26军就戴上了无顶大帽子。严家洼子会议它的正面意义就说陕甘和陕北联合起来作战了，这是好的，对发展根据地有利。谢子长在攻打河口镇的战斗中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到陕北红军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老红军马良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敌优我劣，但我军针对敌人分散、到处寻找我军决战的特点，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这次反围剿全歼敌3000余人，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巩固了南梁根据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刘志丹的这个在陕甘开展革命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为什么老百姓那么拥护他呢？实际上他对人民群众的问题要解决，帮会的问题也解决，是说跟老百姓讲我们怎么革命，也不讲什么实现伟大的理想，就是说我们是要这个有吃有穿。